我们相恋七年，现在结婚了。我老婆呢，现在是一个准妈妈，然后最近出现了很多问题，可能和这个我们的年龄差有一点关系。她的心智不是很成熟，天天在家美甲、化妆、烫头发，我怎么说也说不听。最近呢，在家里面，我感觉对她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，但是呢，她总是抱怨我这个做的不够，那个做的不够。老公，一会儿去阳台上把鸭子喂一下。哎，你还是先去冰箱给我拿冰糕吧。你看又来了。你跟谁打电话呀？快一点。好，好，好，我来了。妻子怀孕了，丈夫觉得妻子还像个小孩，年龄差呢导致这个女孩不太成熟，究竟该怎么办呢？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吧。来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仁，30岁，来自山东，微商。女嘉宾小李，26岁，也是来自山东，一名微商。小心小心台阶啊，慢一点。怀孕了？是。几个月了？现在3.5个月。嗯，站着会不会有点不舒服？要坐一下吗？没事，现在身体状况挺好的，后期如果累的话再跟您说，谢谢。哟，这个身体还条件不错是吧？我老婆她现在怀孕3.5个月吧。嗯。但是现在就是说，根本就不像一个准妈妈，她一些行为吧，就让我感觉到很失望。不，人家是个孕妇，咱首先要注意一下措辞，别一来就说很失望。先说说发生什么事儿了呢？在家里面没事儿就美甲、化妆，然后呢，这不夏天嘛，嗯，又吃冰糕，又吃那些辣的腌制食品，嗯，我就先说了一下这个化妆吧。前些日子那我朋友让我们一块儿出去吃饭。人都到了，硬是让人在底下又等了20多分钟，就为了这抹抹抹。人见了他以后都说，哎，嫂子你怎么还化妆，你不是怀孕了吗？那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我是作为一个女人，你不能剥夺我这样的权利。而且我怀了孕，感觉就自己气色也不好，那我化妆出去不也是为了不给你丢人吗？有什么丢人的？两个妈妈也都和你说化妆都不好不好，你非要去化妆，而且说不好听，你大晚上你化给谁看？不是你这样说的，其实它这个化妆品渗透到皮肤里面吸收的真的是很少很少，你们都不懂，我自己的身子我自己有数。行，好，咱不说化妆，你说美甲吧，家里面什么 UV 灯是吧，各种指甲油家里面都有。哦，你还有那个专业的烤的那个灯啊？对，我以前学过美甲。厉害，自己做的自己烤。对，以前经常做。你说你现在都怀孕了，正常人都知道这个指甲油对身体多么不好，更不用说你现在有着宝宝。我不是也听了你的意见了吗？以前我就是总爱涂指甲油做美甲，现在我就听他意见，我也改了很多。然后我去网上买了一些就是孕妇可以专门贴的那种指甲贴，是无毒害的。那你现在手上这个颜色很艳丽，这什么颜色呀？就是好几个颜色啊，紫色和银色，就是贴的。你现在看这个吧，它还是简单的。嗯，你没看它涂那个指甲油都彩虹的，每一个指甲上都好几道，都说不听。指甲贴根本就接受不了，没办法渗透自己皮肤，根本就是无毒无害的，你懂吗？你不懂就不要在这乱说。你说你渗透不了，你不知道你那个指甲不呼吸了吗？你现在是一个准妈妈，你知道吗？广告说是孕妇专用，那就是孕妇专用，我就是孕妇，我就可以用。好好好，咱说你在家吃冰糕和吃这个辣的那些鸡翅鸭脖什么、我丈母娘吧是一个金牌月嫂，然后我妈妈呢也退休了，两个妈妈和我加在一起天天说你身上那些湿气和辣东西，孩子出来以后得湿疹，你自己也不舒服是吧，孩子也不好，你这些都不考虑吗？哎，这每天都吃辣都吃冰的东西吗？不是他这样说的，我都是隔三差五，那炎炎夏日正常人普通人都吃个冰糕，那我隔三差五吃有什么问题啊？这他一吃你就说吗？不，他这个隔三差五吧，人是差的时间段是天，他这个是小时，隔3小时一只冰糕，5小时一个辣条。你是这个隔三差五的，我还吃辣条呢。对呀、这是因为我自己调理的身体好呀，我就是又吃辣条又吃冰糕，我现在没问题。我们家吧，原来有一只狗，但是它怀孕了以后呢，家里面又来了鸡鸭鹅这3种放我们阳台上。
你说准妈妈人都知道是吧？要避免细菌。你说你来不来的？把这个咱们家阳台直接当了个多国部队。这个怀孕以后又养了小鸡小鸭？是怀孕之后养的，狗是怀孕之前养的。我喜欢小动物，就是不想家里就是太冷清，而且我们家养了一只小狗，然后也是为了给狗就是做一个伴儿这个样。但是我没耽误我做家务呀，我平常就是扫地、洗衣服，我样样都是我来做。还在做家务呢？做，一直都做。这个喂小狗、小鸡小鸭谁做？前期是我，后期可能是他。他这就是说，你知道吧？这些东西拿回家前三天兴致勃勃，后面直接就甩铺盖走人。你说我伺候着他和孩子，然后还在伺候这些祖宗们，更不用说他刚才说那个打扫卫生。我们6月1领证，但是到今天在家里面就扫了一次地。合着我就是做几次家务，他还要给我数着，你看他多小心眼儿。我不是还洗衣服了吗？你洗衣服啊？咱家洗衣机是全自动的，是吧？衣服我扔进去，你加个柔顺剂，加个洗衣液，插上电源，入入入转，转完了以后，我把衣服收了啊晾。你说你洗什么衣服啊？水那么凉，我又是一个孕妇，那你知不知道体谅我呀？孕妇啊，这家务多做少做你就别再斤斤计较了。对，你对他有什么意见吗？他提了一堆对你的意见。他就是现在就是我怀了孕之后就很不关心我，现在就是我们俩都做微商嘛，他经常就是半夜跟女顾客聊天，夜聊就是凌晨2点3点这样的聊。这个问题我解释一下啊，那天是一个特殊情况，他呢半夜睡不着觉，晚上10点多11点多了就在那儿嚎叫，唱那个薛之谦的歌。其实是他睡不着，然后影响我睡不着，然后去发了个朋友圈，产生了后面这些问题。你半夜发朋友圈就有人跟你回复留言是吗？对对对，就留了个言。他就是总愿意跟女性朋友就这样聊天，你如果洁身自好能有这样的事情吗？我呢就是简单卖个货是吧，挣个钱。你说我要不陪人聊天，你说钱从哪来？以后孩子出来奶粉钱都叫你断了。你说你挣钱，那么今年过端午节的时候，你的女顾客然后亲自掏腰包然后来给他买家乡特产，那是你挣钱，那不是你享受人家的成果吗？你不能这么说是吧？你可能逛商场可能也碰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售货员，哎，慢慢发展成朋友。我那个顾客就是一个朋友。为什么我没有这样的情况？我也做微商，怎么没有男顾客送我东西呢？还是你自己身上有问题啊？那可能是你还没碰到。哎，他要碰到的男顾客，隔三差五送个礼物，你接受吗？这个吧，我觉得还可以，因为毕竟是我们从事这个行业，是吧？但是，那么你说吧，4月份、5月份就咱们6月份领证之前，你和你那个男同学。是吧？10点出门10点回家，期间我给你打电话你就失联，这什么情况？是这个，我要解释一下，之前是要给我爸爸去买车，然后我叫我以前的同学就陪着我一起去的。哎，为什么不叫男朋友啊，叫男同学呢？他对车这方面他不懂，谁让他不懂的？我和主持人这个问法一样，我不懂车我就不能去了。那我肯定要找一个明白人呀。行，好，那你看完车你们干什么了？为了答谢我同学嘛，就是礼貌性的就是请人吃了个饭，然后看了一个电影，也没什么事儿。还看电影吧？就你俩吗？就是同学。这男朋友当时是看什么片儿？爱情片儿是吧？北京遇上西雅图，灾难片、恐怖片都有。你们不看，你们看爱情片。吃醋了？那是那天电影院当天正好上映，然后这个片子，然后我们就看了一下。我总不能就是跟一个男同学看一些恐怖片，那出现那种恐怖的环节，我还要搂他一下胳膊，靠他一下身子，那不更容易让你误会吗？我只能看爱情片。同学啊，搂身子那还挺有画面的。这不是4、5月份的事情吗？那你们6月份还是结婚了吗？说明感情还是经得住考验的呀。哎，你们谈了多长时间恋爱结的婚呀？我们俩是08年认识，09年在一起，
哦，那七八年的时间了。对对对。所以现在他就是七年之痒，他浑身痒痒了，他挑我刺儿。你乱说什么？他现在就是跟结婚之前根本就是判若两人，有跟别人聊天的时间，你多关心关心，问问我需要什么东西，买礼物还需要我提前去提醒他，一点都不浪漫。还说起这个礼物吧，去年你生日是不是加七夕节，明指着和我说，哎老公，我生日要这个啊，我七夕节我要这个，不买你就是不爱我。我一听我头八个大，你知不知道，两三天没睡好觉。就为啥让你买个礼物这两三天都睡不好觉呀？他要的都不是便宜东西。哦，超出这个消费能力了。那一年就过一次生日、啊、来吧来吧，这说了半天了，谁要来的？我要来、我呢就希望让我老婆起码就是慢慢成熟一些，这六七年是吧，你一直我手捧这样，只是现在这个时间点不一样了，你怀孕了以后有了孩子，你说我一个人照顾你们两个小孩也的确是很不容易、我呢就希望他成熟一点，别那么任性了。在你心中啊，你的妻子像一个多大的孩子呀？虽然年龄你们只差了四五岁啊，也就刚上大学吧，十八九岁。对呀、我觉得我做的都没什么问题、我们就是在一起快七年了，我以前也是这样，他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又不是一时半刻才这样的。以前人家就是小公主，但时间段不一样了嘛，那么你让再坐着听听是不是，起码是有宝宝了，稍微那么成熟点不行吗？他其实也不让我省心、整天就是跟异性聊天，我又怀着孕，总容易胡思乱想，我觉得他自己有毛病，他非说我。准妈妈准爸爸都有一些焦虑，那么怎么才能让这个孕期平稳度过，来看看老师们怎么帮你们吧，好吗？好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那个孩子一切都正常对吗？很正常。哦，就你们俩这个情绪上有问题啊。嗯，我跟你说啊，第一回当爹都有一个适应过程，当初我也不明白，我媳妇怎么脾气挺好的一下就变得那么焦躁不安，要这要那，还有时候哭闹。后来我妈跟我说，说你不能怪她，这女人怀孕之后啊，相关的激素水平，它不是每天几十点的变化，有可能是上千点的变化，你激素水平当就上去了，它必然带来它各种不适和情绪上的变化，这时候你只能去适应。这还不算严重的，将来等她生完了坐月子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所谓的产后抑郁症就特别容易高发，他激素水平从当然从这么高当然到这么高，生完之后当然又掉下来了，就这么神奇。然后喂奶啊，睡不好觉啊，等等等等，当时我媳妇掉头发我也掉头发，我就想不通他为什么会如此的无理取闹，随便一句话他就能哭个半天，因为他休息不好，因为他受激素水平变化的影响，因为他身体的机能整个跟原来都不一样了。兄弟，所谓的争吵都是因为不理解造成的，去买几本书好好看看，书上写得很明白了，到了什么时候就做什么事儿。谢谢老师。谢谢。我说呀，也就是放松。这怀孕是女人大多数女人都要经历的这么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，不要过分的去紧张，抽出来时间多陪陪她，多哄哄她，多陪她聊聊天儿。要比给她买贵重的礼物强得多。有的时候女孩要礼物，是你陪她的时间短，她要用那些东西来弥补心里的这些空缺，你多陪陪她，你多陪陪她比家里任何人陪她都强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我就说这些。谢谢老师。你刚才说你把她当孩子是吧？对呀、你以前把他当了七年的孩子，你让他肚子一大就想让他做女人，你觉得他改得过来吗？所以这苦得自己吃。跟女生说，你觉得你是个孩子吗？就一半一半。
女人呢要有自知之明，别以为别人把你当孩子就真以为自己是个孩子。一个女人老是靠着男人的尊崇过日子，怎么过都是个花架子。该撒娇的时候撒娇，该承担的时候承担，只知道撒娇的女人会让男人厌烦，只知道承担的女人会让男人觉得无聊。交叉着来，时而像母亲，时而像孩子，既能够使男人疼爱你，又觉得男人可以依恋你。这种女人很有魅力。我老婆大概比你大两三岁，在去年怀孕的时候，有些东西看着让人心疼。化妆品一老早就用箱子全部装起来了，一个都不用。虽然她也嫌自己那段时间太丑，见不得人，看着我吃冰激凌只想舔两口，却不敢吃，一切都是为了孩子。而你呢，你几乎该做的都做了，虽然不一定对孩子有害，但是但凡是做了父母的都会想，万一有害呢？你会后悔吗？会。那不就是了吗？就这么几个月，难道就忍不住？我觉得你们之间这个问题，大概是很多男大女小的这样的爱人都会产生的问题。解决的最好方式是陪着孩子共同成长。每当你觉得他没有做好一个准妈妈的承担和义务的时候，你跟他一起憧憬一下孩子的将来，一起去看看 B 超的那个视频，他瞬间母性就会增长了起来，觉得自己不再是个孩子。但如果你只知道埋怨，只知道说你跟以往不一样了，那他心里只会觉得委屈。那我老早就是这个样子的，你不一直宠着我？你应该让他感觉得到一个女人的变化，感觉得到肩上的责任和重担。你应该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调教他，而且该送礼物还要送，而且送得比以前更好，这叫软硬兼施。你会干什么？你只知道抱怨。所以说该动点智慧，动点智慧，不要老孩子孩子。都说女人是一天的公主，十个月的皇后和一辈子的操劳，你已经很幸福了。金牌月嫂的妈，好婆婆，还嫁她一个，知足吧。谢谢老师。姑娘啊，老师说的话特别中肯。当你怀孕，将来要成为妈妈的那一刻开始，就应该想到自己肩上的责任了，真的不再是一个小公主了。所以你的很多表现可能让你的老公不太放心，当然你也过分焦虑。共同成长吧，好吗？好，谢谢。来，接下来我们进入黄金六十秒。老婆，刚才老师们一说，我也的确发现了一些问题。我呢，从我自身去改变一些问题，那我也希望你和我一起慢慢的成熟起来，咱们好好的去迎接这个宝宝。你总说我幼稚，我以前就这样，现在也这样。我是一切都是因为怀了孕，然后就是扩大化，然后我希望你以后就是不要再和就是异性半夜聊天这样的，我整天就会胡思乱想，对我的身体也不好，对宝宝也不好。这些是我问题，那你说以后能改吗？能改。那以后你说我一拖二两个小的也不容易。好了，来，时间到了啊，能不能改，能不能调整，赶紧好好思考一下，好吧？两位先回去吧，小心点啊。嗯，谢谢。来，请关门。孕期是非常慎重的，但是也不要过分焦虑。这个七年之痒有时候会痒一痒，但是爱情还得坚持下去。那么这一对小夫妻，他们将做最终怎样的抉择呢？请开门。高啊，我们都帮你逼定他了，就以后希望他多听我的话，然后家务事儿都他干，我怀孕了我最大。哦，怀孕最大。嗯，你可千万别说这话，你最大，否则的话你生完你就最小了，我告诉你。无论是孕妇还是说我们就是生活中的妻子，其实平常心最重要，保护好自己肚子里的小生命，但是也要呵护好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吧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。哎呦，慢点慢点，
谢谢宝宝，谢谢。让我们共同来见证这对夫妻的浪漫吧。我有一个要求，哦，你说，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他都没跪下，我就想让他跪一下。嗯，跪，多跪一会儿啊。嗯，来，一起见证他们的浪漫。老婆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不是，我改正。嗯。别哭，别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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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。来吧，请亮灯。这是易贝诗呢，专门为我们爱情保卫战设计的白色恋人系列，送给你们啊。好，谢谢。这个能不能在孕期用？回去要好好查一下。如果不能用，咱们生完宝宝再用。好。祝你们快乐，宝宝健康成长。谢谢。好，谢谢你们今天来到现场。谢谢老师。回去吧。谢谢老师。